我要把山口的袜子，趁着他下班回来之后，偷摸给他塞到他上班的那个电脑包里边，往这里边啊，好好的陪伴着山口啊，往这里边。哎，我还在那做梦，做梦做了一糊弄了，不知道做的是什么梦，突然之间想起来得起来做饭，糊弄爬起来了。好给力哟！那，西西西九三分，那，是高级呢。哎呀，我给他，哎，过关是吧？对。还有个大白天的，你莫西西的还有呢，啊？西西的还都有给力给力哟呢，还有个大白大了，乞丐是一个哟，那，你莫西西的还，啊到啊几几还是过一几看呢？啊到一几几看都几看干了哟呢？ご飯といくのね。はい、食べれよ。なんか、納豆ないのね。適当なものね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はい、どうぞ。水飲むの？水。あと、水飲む？お茶飲む？麦茶呢？はい、麦茶。まあ、じゃあ、老婆姐姐又怎么呢？答えの遅いよね。何考えてるの？スープ飲んで、ご飯食べて、卵食べて、これ適当に何本か食べたらね。あいま、あいま。こう、わかめ。わかめ。早く着替えしてね。ことことしたら間に合わないね。納豆要回去上班，我们送送納豆。好，走，你走了，快走。等下次，下次納豆还来和你一起玩啊。ここから下にいても早い多分。ここからいたことない？ここ。わかんない。ある？ここが早い多分ね。はい。気をつけてね。早くよね。ぐどぐど遅刻したらダメよね。施設の人は怒るよ。バイバイ。夏をバイバイ。今天可是能在家里边好好休息了。今天哪也不去，打死我也不出去了，我就在家里。我先吃点饭，问这老伙计吃不吃饭？不吃饭，还不耐烦了，一直打我。哎，我的妈呀，这要小命这一天都。自从这一次生病完了之后呢，这两天啊，跟以前真的是完全不同，积极、矫情，哎呀，哭，太容易哭了。稍微有点不顺心，或者是比如说我说他了怎么怎么的，自己不愿意了哈，不高兴了。就不愿意跟着我了，要找别人，找爸爸，找阿姨。哎呀妈呀，小雪呐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小雪，你这怎么弄这个头发帽？你这弄的。我去，你看你呗。我看魏姐现在那个黑黑的，是吧？哎呀，俺也是，俺一个礼拜没上学。你要不？阿姨，这咳嗽发烧。我啊，也是最近可能幼儿园有个什么病毒的什么东西啊，这这么也是，就是就是说什么甲状腺肺炎那哎，不是，俺就叫什么阿呆脑肺炎胃炎三，就叫俺就嗓子疼、咳嗽、发烧。我今天也要拍一个视频，我要把山口的袜子。趁着他下班回来之后，偷摸给他塞到他上班的那个电脑包里边，让他明天上班的时候一打开书包就能看见他的袜子，给他一个惊喜。看棉花，
这是山口的床，被子也不叠，基本上我睡觉起来之后往这一撩，我今天早晨我要把这个地方要把窗帘拉开的时候，我一下看见袜子一只，袜子两只，估计这两只袜子如果我不收拾的话会天天陪伴着山口睡觉。我今天我要把它收起来哈，让给它找一个好的归宿。这袜子哈，不想吃饭哈，吃点开心果吧。不是我小弟给我发视频，我不是前两天给山口看好一件衣裳吗？给山口买了一件衣裳，看看，行行行，又给我爸买了一件，还有大号，我就寻思给我小弟买一件。哎呀，操心哈。那个最大码的，我小弟穿着有点瘦，我妈看好了，我妈套在身上了。哎呀妈呀，我的妈，本身就是个带点毛毛那个感觉，我妈这一套上去啊，更得像个狗熊一样那个感觉。看好了，我说行，看好了，你留着你就留着吧。看我妈，这家伙又不爱吃饭哈，我就现在烤个地瓜给他吃哈。这里的地瓜哈，好吃是好吃哈，就是有点干巴，是甜是甜，就是那种面的那种甜哈，不是像烟台又叫烟薯的，那个里边那个肉是红红的，还流油，是不是？烤出的那个地瓜是细不溜溜那个感觉哈。我给你看看这个地瓜要小命了，有没有感觉它像是生地瓜的？就像生地瓜放在地里边晒的。咋的了？不要紧，站着就行。我在空气炸锅炸炸，你看看这里边，这是种面的，它是发黄，不发红哈。那，你要吃啊？要吃。好，先放点凉凉，好，放点凉凉吧。你看看哈，我就把那个生地瓜切吧切吧哈，就放在空气炸锅里边。可能这个地瓜吧，就是放的有点坏了哈，这是那一次幼儿园给的地瓜，可能这个颜色的这就是烂了，不能吃了哈。咬咬哈，不是，咋的了？这地瓜，好吃吧？好吃，那你得咬。你这样，你又不吃呢？不咋吃，可好吃了，可甜了。就这样，哎，就这样的东西，都是山口要不吃，我闺女不吃，这东西都是我吃的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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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也看看，你不接着电碗吗？全都掉到这里边去。你这家伙，你真是这样子的，你能干你不能干，你都得干你，一不球都弄。等会儿。全是鸡蛋，一个鸡蛋全给我撒外边去了。你不接着点碗？哎呀，还要搬吧？搬搬什么搬搬？这样呀？那好了，那个这样。就不用放心，妈妈就打进去行了。这妈妈书包里边还是在哪？你找找啊。昨天就是吃饭在书包里边那里的。这是亮亮，这是亮亮。妈呀呀呀！姐姐。妹子。妈。在这儿，来，我去拿去。妈妈，谢谢。好，不用客气哈，我请你吃哈，面条菜都吃哈，把背心脱了吧，热吧，是不是？好，坐下来。不冷了是不是？好，吃饭吧。连菜也吃哈，不能光吃面条哈，听见没有？还什么还？哼，还。你不叫我李李呢？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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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找到了，俺在这里呀、啊！嗨！哎呦，爸爸！爸爸！
没吧？嗯。いないな、ひなちゃん、どこ行ったの？ひなさん。ここよ。ひなちゃん、ないない。来了。ないない。じゃあ、你说爸爸。嗯，你弄就是给小鸭子做的床，我是这么放的哈，你也知道小鸭子要躺下，你就这样放的哈，对，床小鸭子在床上躺着睡觉呢啊，嗯，躺了又做了一个床啊，哎呀又做了一张床，哎呀小鸭子有两张床了啊，这床真大，小鸭子的床啊，这大床啊。哇，可以了！你看，你家挺会弄的，还你会有想法了。你得做一张，哎呀，又做了一个黄色的床嘛，啊，这个床上睡在这边睡觉。哦，这大虫子啊，大虫子的床。哎呦，哦，奶奶哟，在这奶奶呀，还知道躺下，还知道躺下，啊，躺下，学安好。俺今晚不做饭了啊，就。我给你吃面条，做了点面条。嗯，小朋友，做什么？咖啡豆？听到叫我？哎呀，么！好好说话，你又哭什么？你干什么？那没有的了。还干嘛的呀？我操！啊，不用客气，吃吧。再试试。啊好。啊，你给妈妈吃药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这样一个就行了哈。好，谢谢你。来来来，上午山口袜子的视频的后续还没拍完哈，接着拍哈。这老伙计今天晚上又没洗澡哈，上去睡觉去了啊。这袜子我给他找地方哈，来就给他放在这里边哈。没有，里边上班的电脑、平板儿啊，有这就给他放在这个夹层里边。放这里边啊，好好的陪伴着山口啊，放这里边。